那我贴标记那边。用力压的就。啊，贴标记它也没事，没有那个，也没有压这个，没有装水。压就变了。它现在也不光是那个问题，因为太软了之后，这个夹它也是软的。那个硬一砸，它你看刮得很好。因为夹带又不能做厚，你还要凑一个小的，最小的那种，一变软，变软就夹不住嘛。也没太高，现在也哪个？也不是说太低，对吗？就是那调高一点会不会？那调高更压不了。更压不了啊！你现在就是低。